家好，我是小编 Ophelia。现在小编的所在地呢是2019 Computex 的 ROG 展区，手上拿的这一台笔电呢就是西风之神系列最新的 GU502。它有什么特色呢？第一点呢，它采用的是第九代的 Intel 的 i7 处理器，并且搭载的是 RTX 2060的显示卡哦。再来第二点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机身呢是使用这个镁铝合金所打造，所以你看小编呢轻轻松松一手的给它掌握住了，因为它只有2公斤不到的重量哦。再来第三点呢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，来大家看一下镜头仔细看，它呢这个上面是采用这个不沾指纹的涂漆，所以呢让你这个 ROG 笔电在哪都可以保持一样的帅度。而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我们的产品行销经理 Ashley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，让我们欢迎 Ashley。 Hello ROG 的粉丝大家好，我是 Ashley。 Ashley， 我们想要问一下，那如果是使用 GU502 的话，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来拥有它呢？GU502 这一台呢，它是一样效能很强大哦，不过呢因为我们把它设计的更轻了，所以它就会更适合工作和商务上的需求，它可以算是一个娱乐和工作平衡的机台。所以呢，热爱打电动的你跟热爱工作的你，请记得要入手哪一台，应该很清楚知道答案了吧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也大概到一个段落了，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ROG 最新的产品，记得锁定我们的 ROG 粉丝团哦。下次见，拜拜拜拜。